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时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军。文化呢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它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同时也连接了这堆人与这片土地的最深情感与记忆。今年夏天，基隆市文化局推出了多元丰富的活动，有哪些呢？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天庆。主持人好，还有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副座好。第二位呢是我们表演艺术科科长谢孟娟。小军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谢科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市文化基金会副执行长潘思敏。小军好，来宾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副执行长好。第四位呢是我们文化局图书资讯科科长郑杰希。小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郑科好。要先带大家来看哦，为了让市民与大家一起同热，感受基隆这一座城市的美好，文化局推出了全新的夏日电影院。今年是我们小爱爸爸上任以来，首次要推动我们在今年的暑假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们喜欢来到我们基隆，也希望能够推动全国的家长们能够带小朋友暑假来享受不一样的一个基隆的感觉。那今年的夏天呢，我们推播了四个电影。那这个四个电影呢，有第一个是我们北极战队。很可爱，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部分。然后第二部片呢是我们的小麻烦当家，这个部片影哦，也都是在脍炙人口，而且是非常在国外非常红的一个合家欢乐的一个影片。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的石器小英雄，这个，然后最后是一个我们笑笑扬的大电影，外星人来了。那也非常希望全国的爸爸妈妈在今年的暑假可以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基隆的东岸广场欣赏我们这四部又好玩又开心的一个电影。哇，今年的夏天基隆真的很有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为什么会规划这样的活动的理念，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内容。好，播放这个电影啊，其实应该回过头先谈一下说文化中心的前身。这栋建筑物前身其实就是中正堂。那中正堂，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住在信义区，我们那时候还老师带队走路到中正堂去，不管是看电影、看书展，或是些演出的节目啊。然后后来因为有文化中心这种的成立，那在2005年的时候，基隆也办了一个所谓的金马奖。那时候整体的这个也是跟电影有相关的一个很盛大的一个颁奖的一个活动哈，然后持续的在大概1995年左右，文化中心大厅也陆陆续续也，我们那时候还采购了一些器材，就是利用夜间跟假日的晚上的时候，在文化中心大厅来播放过电影。那这是有一个系列，因为一个电影其实就等于是我们把这一次会筹办这个，其实我们等于是说把一个基隆当作一个城市电影院的一个角度在思考。当然是不管是从文创的角度，还是八大或者十大艺术这整整来讲，就是电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推动上也给市民朋友一个更新的一个接触点。像早期也有一些所谓的文字电影院这种的，在我们文化局在外场办活动时，也曾经都有播过这种类似的所谓文字电影院、那这种的推动一直延续下来，到这一次我们推动这个夏日电影院，其实也是想把基隆市的一个城市旅游的一个亮点，跟整个城市形象，借着这个，因为文化中心的外墙整个我们的重新整修过之后，特别它又是一个白色的墙面，利用这个把它当成是一个很超大型的一个投影幕，然后我们在东岸的停车场三楼那边，从这样整个投射过来。当然，像去年的城市博览会，或是更早期，也有一些所谓的这种，不管是影片或是一些动画等等的投影。但是这一次我们是一个有一系列的连续有市场，刚刚在影片里面都有介绍的这些片子哦。其实在这整个推动上，我们真的很感谢彩昌国际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对影片的播放跟授权，这是一个相当对我们主办单位来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负担，这个负担跟整个的取得都是透过相当的努力哈。那彩蛋公司他们
无偿的免费授权我们来使用，啊，像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又采买一些影片，不管是 DVD 或者其他这些影片，那些，哎，随便一支片子价格都不便宜，而且还有限制区域的使用。那这次真的很感谢彩山公司提供这4部片子让我来播放，那希望市民朋友们，因为我们陆续已经播放了2-3场了，从早期开始，哎，之前的一个先预演，然后再测试的这个阶段，到现在来，尤其是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来观赏的民众越来越多，然后整个家庭跟亲子的这种互动，好，这个关系会越来越好。那尤其是在东岸山头这边看过来，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视野。然后另外一边又是临着基隆港跟台湾广场，其实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夜间的一个大家共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哈。当然后续我们也会来继续推动这一块，因为今年这样等于是开刚开始一个筹办的一个性质哈，那后续会继续来努力。然后在这一个活动当中，我们也跟地检署有合作，因为他们有所谓的反贿的贿选宣导，或者是说所谓的警察局的这个反诈骗的宣导，这些我们都一起来结合。那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然后让整个的市民朋友多了一个户外观赏节目的一个良好的空间跟一个场域。好，谢谢。哎，真的，这就是在地最好的一些印象跟连结。因为我记得在海洋广场，其实你往文化中心的方向看去，也是一个非常壮观而且美丽的景色。所以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对不对？是。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大家就可以到我们的基隆港边，往文化中心的方向看，就可以一起来看电影，感受不一样的基隆。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在旅游观光全方面重新复苏之后，基隆市文化局举办今年度最热闹、最多元的集合性大型展演活动，一块来看看。面向海洋，让人慵懒放松的休憩区。不说您可能不知道，这里是基隆的海洋广场。觉得很新奇呀，啊，哎，就因为从来基隆没有这样子的这种装饰过啦。对，以前都是有一点很像那种怎么样市集那一种的，大家逛逛啊，走走这样子，啊，没有像这样，好像很休闲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就是省了好几万的出国的费用，来到基隆就可以感受到，就是有这种海洋城市，然后慵懒。那刚好也搭上暑假，其实暑假有时候买不到飞机票出国玩，就来基隆玩，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个浪漫的港都，然后面看着海，我觉得好想睡午觉一下。海洋广场让人耳目一新，会有这样的构想是来自市长谢国良的创意与勇于冒险尝试的精神。文化局长说，希望透过海洋休憩区的打造，结合7月开始的基隆乐夏天表演艺术活动，让市民与到访的游客都能体验到基隆的海洋风情，让海洋广场变得很不一样。这是我们这一次基隆市文化局，我们希望在今年夏天让带给所有的市民朋友不一样的感觉，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基隆这个海洋广场是一个微笑的港湾。那我们从应该预计会从6月底一直到今年的10月1号。好的，每个周末的5、6日都可以让市民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新的一个港湾的一个风情。那也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活动，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活动的前哨做一个预热，让大家都可以以后有机会停留在我们的海洋广场，看看我们的表演，看看我们的艺文活动。我们现在市府最近也在推出我们C3停车优惠的部分嘛，对不对？那其实大家可以沿着我们的港湾啊，欣赏美景之余呢，来到我们这个海洋广场停下来，然后呢来享受这里的美景。那未来呢，相信在刚刚局长也强调说未来也会有街头艺人可以在这里享受悠闲的下午，然后听音乐或是看一些观赏一些有趣的艺文的活动。对于海洋广场这个新的尝试，市长谢国良也希望全程向市民报告，透明整个运作的过程，透过尝试不断来滚动修正，让市民与外地游客感受到新亮点与不断的惊喜。哎，真的是惊喜连连！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想哇，好舒服哦，我要去坐一下。听说旁边真的会卖咖啡，我们要请教副座。我们在推动这一项啊，像刚刚影片里面的，这个是属于我们前期的一个等于露出跟我们做配合后续活动整个规划的一个前期作业哈。那当然也先让市民朋友先抢先看哈。
那在海洋广场迎接着过来这一道的区块，我们会去筹办就是一个市集性的活动。当然刚刚有提到说所谓的 coffee 啊，这个应就是会在那里面的选项之一。那一边喝咖啡一边，我们不是要聊市会，我们是要来吹海风哈。那希望我们这个正式出来的时候啊，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多多给我们支持跟鼓励哈。好，谢谢。真的很舒服，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海洋广场，坐在沙发上感受一下基隆海港的魅力。那刚才说到，其实这个活动是一个热身，那真正重头戏是在我们的热夏天表演艺术活动。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谢科，今年2023基隆热夏天表演艺术活动，它的目标期望。谢谢小菊。那我想我们刚刚副座已经有大概讲了一下 coffee 的这样子的概念，那必须说我们刚刚已经讲的文化很有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热夏天。那其实事实上呢，基隆呢以往都会有一些音乐的表演活动，还有一些戏剧的巡演，那当然还有一些街头艺人的表演。那我必须说我们这一次呢是三合一的一个概念，我把它整个整并在一起，用一个一系列的一个活动串联的方式，我要活络就是国门广场、海洋广场，那你就可以在那边喝个咖啡，然后欣赏风景，然后顺便呢也可以到我们隔壁的国门广场去参与一些活动。那我想这是第一次的尝试，那也许大家都有参与过我们之前的一些活动，但是我们这一次因为集结在一起，我们更多的资源，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除了基隆人也可以来之外，那我们外地人只要坐30分钟的国道客运，一下公车就抵达到我们的海洋广场，就能够参与我们所有的系列活动。对，这活动真的很精彩，因为刚才在之前啊，早上科长就发给我看，哇，很多很精彩的一些表演团体跟节目，哎，要请教科长来透露一下，呼吁一下大家什么时候可以来看表演哦。我觉得今天有看到这节目的观众有福了，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的露出。那小军刚刚都已经先偷偷讲出来了，偷偷知道，因为其实很多我们是在我们的名单当中，但是我可以透露一些，因为我先说一下我们的音乐表演活动会有6场次。那必须说我的6场次呢是不同的一个主题哦，像是我有一些流行乐团，然后我有一些流行音乐，还有就是我们还邀请了客语的、新住民的、原住民的都有来，那后摇滚，然后有一些古典流行乐，再还有我觉得小朋友都会很喜欢的次文化的动漫电玩，我们都邀请来做所谓的音乐的一个演出。那总共有6场次，而且我们会演足120分钟。在卡司部分呢，虽然应该要卖个关子，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揭露一下，说我们有哪些卡司。我们真的很认真的去邀请了这些卡司，像黄玠。如果大家有知道的话，他其实是创造那个，就是创作那个魏如萱的一个香格里拉。那他自己的一个创作曲叫《下雨的晚上》，如果大家搜寻一下，他在 YouTube 的一个观看人次是达100万的，所以非常的红。那再来呢，我也有邀请了像客语的一个什么童温成二重唱，那还有台语歌手杨树浩。那有原住民的部分呢，就是像策模，当然我们也不要忘了，其实我们在地也有一些很优秀的一些音乐家，像是许哲成，他是一个视障的一个钢琴家，但是他也很会唱，尤其现在他又是我们今年的城市音乐爱心大使，所以呢，我们邀请他来参与演出。那当然啦，除了演出之外，我们也希望有一些互动。所以呢，我们邀请了随心所欲，这个呢，他可是会听说啦，我还没现场看过，但是我知道他会有跟观众有一些互动的一个即兴曲。他其实我们要强调一个重点，音乐即生活，生活即音乐这样子。还有呢，我们也邀请了像传统艺术类的，像是传统有获得2届的传艺的一个金曲奖肯定的炫子music。他们也会来邀，就是邀请他们来演出哦。讲了这么多，其实不止音乐的演出，我刚刚有讲，我们还有戏剧的巡演。以往大家都非常喜欢看我们的一个基隆人，就是在地我们会邀请一些大型的一个戏剧团体来这边演出。那今年我们一样有3场，那必须坦白说，其实
艺术下乡、文化扎根，其实我们的重点。嗯，那国门广场一定会有一场，而且这一场会非常的盛大。我觉得我刚刚在停顿了一下，因为我在想要不要讲嘛，你还是要讲啊。好，那我们会邀请他，应该是首次来基隆的如果儿童剧团，那这个是赵志强所创立的，那他是会觉得说我们要透过孩子的眼睛来看世界，尤其在基隆现在亲子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课题跟族群的部分。那这一次的当然这样讲了他的剧团的名称，我一定要讲他们要演出的一个曲，就是剧是叫什么大野狼拯救小红帽。这是一个经典的故事，但是我相信呢，他们这是一个又融入了所谓的实境的科技互动，所以呢我想这个的剧非常的耳目一新，应该可以令人期待科技互动，大家一定要好好来欣赏一下。那大家来基隆也一定会去海科馆，那这一次我们也安排在海科馆有个演出，那最有名的是我们邀请到的 FOCA 的福尔摩沙马戏团，也是在暑假，都在暑假，在海科馆，海科馆外面的碧水巷的一个广场，很酷，每一个小戏剧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每个周末都可以来。那这个的剧呢也是非常的，它其实应该算是戏剧，那还有就是马戏团的一些记，就是记忆的一个表演。我相信应该是很吸引人，很吸引人。除了外地人、在地人之外，一定不能错过。那最后一个呢？我们拉到暖暖区。那必须说，对对对，必须说暖暖区的部分呢，我们特别下重本。暖暖区呢，除了戏剧演出，我们是邀请台湾特技团之外，那他们的曲，他们是一个唯一隶属于官方的一个专业的杂技表演的一个团体。那所以这次他们要改编《水浒传》里面的武松打虎的故事，所以会有很多民俗技艺的一个技巧，当然也是一个合家观赏的一个儿童剧。但我刚说了要下重本，所以我们特别在那个场次特别邀请了狂美交响乐团，哇，在戏剧之前先来一趟交响乐之旅。我想暖暖区的朋友应该是会非常的期待，对对对对对，你看卡斯这么多，每一天从我们预计七月底开始，一直到八月底，然后每一个周末都欢迎大家来，因为每一次的每一个像音乐展演的部分，每一场都是不同的主题，戏剧呢巡演的部分呢又有大型的戏剧演出儿童剧，那也有马戏团，也有杂技团。所以呢，每一天，应该说每个周末呢，每一天大家都可以来，带着小朋友来这边参与。是，真的可以看到文化局真的很用心，因为他们活络了国门广场，还有海洋广场，让大家有了对在地的一些更深刻的连结与记忆。那当然，刚刚说到这一次，其实有这么大卡司的进到基隆来，每个暑假记得是7月29号起，礼拜六、礼拜天晚上都有。那当然下乡到各区的，比如说像在我们的海科馆，或者是我们的暖暖定向活动中心，这里也是一样嘛，晚上6点开始嘛，对，也都是晚上6点，所以很凉快，大家一定要走出来。我更正一下，暖暖区的话可能是修正一下啦，是定内的15号公园。定内15号公园，大家不要跑错，是定内15号公园。是，不要跑去，怎么没有？好，在定内15号公园，大家要记得。好，那另外呢，就是其实我们基隆市在推这个街头艺人，也是尽心尽力，不断的提升他们的品质，还有我们的表演环境。我们要请谢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调整呢？好，那不好意思哦，刚刚讲的音乐的演出、戏剧的演出，其实呢，街头艺人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在这些重要的演出之前呢，我们还是给他们一个表演的舞台。所以在音乐演出的那6场次呢，我们周边还是有很多的街头艺人的摊位，从下午4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我们有一连串的一个活动。那街头艺人的一些演出的部分，当然呢，它就可以搭配我们刚刚所说的海洋 coffee 的一个这样子的概念，会非常的休憩这样子。那街头艺人，我必须说，街头艺人呢，现在呢，
又要讲一些比较政策面的东西。好，街头艺人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街头艺人以前我们都是一些就是要审查的制度，那现在我们是用登记制，所以像小君你也可以去登记成为吹直笛吗？可以可以可以，什么表演都可以。那我们分了三类，像表演艺术类是比较动态的啊，唱歌啊、舞蹈啊、演出之类的戏剧演出都可以。那还有我们像有视觉艺术类的，然后还有像是公益艺术类的，对，那我们都希望给他们一些舞台。那其实基隆不大，但是展演点呢也不少。那尤其呢，最近我们又跟一些企业做一些合作，像那个港务公司楼上的丽都蝶客公花园，花园，对对对。那最近还有一个先抢先告知各位观众的是，我们的东岸广场的三楼也开放成为街头艺人的一个展演点的部分。那未来呢，大家在基隆的街上走着、散步着，都可以看到这些非常优秀的街头艺人在街头演出。是，对。那还有就是有一个重要的政策，也是跟大家告知一下，就是因为其实街头艺人像基隆的部分，以前抽签。因为这都要抽签，因为场地虽然我以为想可以表演就是上去表演哦，没有没有没有，其实那要有合法的一个场地的规范的部分。那以前抽签都是抽一次就可以一个月的展演的时间，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一个月太长了。那我们希望这制度能够调整，大家可以轮流。对对对对，文化平权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就缩短，就两个礼拜抽一次，对。哎，这也不错。哎，这样不对，说错了，不是两个礼拜抽一次，他抽过的就一次抽两个礼拜档期，一次抽两个礼拜，对对对对对，他抽过就不可以再抽了。也没有哦，也没有中签的概率。对，就大家一起来申请。那相关的一些制度规划的部分，其实我们之前都已经告知街头艺人，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所说的，现在街头艺人是登记制，所以呢，现在有看到这节目的想要成为街头艺人的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申，就是来登记，登记然后也来申请一些展演点的部分。那最后呢，回归到一样是所谓的文化平权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街头艺人的展演点，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规范。规范，像是我们跟阳明那个海洋艺术馆合作，我们特别为身心障碍的街头艺人规划了一个专属的他们的一个场地，因为毕竟他们有一些先天的一些限制。那再来呢？我们也觉得说，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的话，田寮河大家很喜欢在那边走，因为靠近夜市。对，那夜市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大家有调查一下夜市的一些属性，可能欠缺一些比较适合视觉艺术类的啊、公益艺术类的一些摊位，所以我们特别规划给他们。那未来呢，我们会朝向多元，我刚刚有说三个类型。的不管是表演艺术类、视觉艺术类、公益艺术类的，对，我们都会专门去为他们量身打造一些展演点。那也希望大家多支持。其实回归头来讲，虽然是登记制，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办法的一些规范。譬如说，如果是唱歌的，要唱得好听点。像如果是拿卡西那种的，对，或是说呢，如果你觉得你的歌声不错。然后你很想出来唱也 OK， 但是你也知道，有时候基隆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唱的时候，就会大家不知道听谁的，对，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基隆的街头艺人的水准呢，其实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其实就是政令宣导。遵守规定，然后不要造成噪音，然后还有环境的一个整洁。那我相信呢，我们互相的努力，我会开发，就是我们会开发更多的一个展演点，然后让街头艺人有更多的一个表演的舞台。是哇，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文化局真的非常的用心，帮大家都想好了，以后大家走到街头就可以欣赏到不同类型、不同种类的艺术展演，而且不会相互干扰。对，但是如果你想要成为街头艺人的话，现在也很棒，对不对？直接来登记，直接来登记，找文化局。
表演艺术科直接来跟他们申请登记，然后进行抽签，你就可以知道自己适合在哪一个场域来进行演出。让我们很期待基隆又会有不一样的亮点。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来看哦，就是我们基隆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阿湾世纪风华呢，这是之前我们文化局拍摄的一个纪录片，透过这部纪录片就可以牵动世世代代的记忆，重新连接市民与土地的情感，让更多的人走进大沙湾，连接大基隆。我们来看看。战后国民政府来台，裕仁遣返回国，要塞司令部被国府接收了，沙湾附近的日本眷舍区也随之易主，住进了国军的军官与军眷。在地人的快乐时光依旧与沙湾海水浴场紧紧相依。大沙湾海水浴场在1946年夏季重新开放营运，日治时期留下的休憩馆舍及周边软硬体设施齐全，全台各地的游客又回到沙湾来了。但此时已是沙湾黄金年代的末了。1960年代，因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货柜码头的需求大增。1966年，基隆港务局开始将海水浴场填平，周遭的小型渔村随之消失。这个陪伴许多人度过夏日的海水浴场，正式的走入了历史。现在我们在基隆港远眺东岸，只能看到填海筑港后的码头，已经不见沙湾的踪影。但我们知道，500年来这里曾有航海的巴塞族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汉移民、日本人、朝鲜人等不同族群的人们落脚在此，时间送走了他们，战争迎来了新的时代与新的移民。信仰是让流连在外的人们能够稳定心灵的重要寄托。时代的动荡让沙湾这片土地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相互激荡与融合，交织着一篇篇有血有泪的故事。这些故事逐渐在后世人们的心中开出一朵朵的小花，而所有大时代当中的小移民也随着时间与土地血脉交融，基隆再一次的成为异乡人安身立命的美丽新故乡。现在让我们站在基隆的东岸，遇见这里的人事物，我们看见大基隆历史场景的再现，沙湾世纪百年风华的再起，我们感受游轮驶过微笑港湾、军港西迁的海岸风情，我们细细回忆这座国际港湾过往的沧桑，我们也慢慢品味这座城市在时代淬炼下的精彩万分。哇，可以看到我们的沙湾有浓浓的历史情味，而且在现在的大沙湾历史园区，还有我们整个大基隆历史场景，我们的东岸已经全部完成。听说我们还有2.0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副座。刚影片中提到的所谓大基隆历史场景再现计划，哈，现在已经进入2.0的第二阶了。那我们第二阶主要现在在做的就是所谓的和平岛。平陵路的考古一个展示中心的这一个要建制的工程，那因为这一个涉及到补助他文资局他的要对我们设计书图的审查之外，还要送到行政院工程会去审查，所以这个期程上会有比较慢一点，因为目前都在跑流程，目前工程会那边还有一些修正意见我们要处理的，所以这一个案子会比较。当然除了这个考古的展示中心之外，对和平岛整体还有一个所谓的综合规划的一个计划在推动，那这个会对应到展示中心它旁边的和平国小跟整个和平岛那个区域未来都市发展跟考古的区域整个结合的一个走向。哇，那以后就会有新亮点了。
那其实也有对应到刚刚提到的沙湾那边的一个综合规划的部分，因为毕竟那个沙湾整个的除了说现有的几个考古或者是历史建筑等等这些文资场域之外，对整个的历史脉络跟延续部分其实还有蛮大的一个整个相关联性。那刚刚影片中甚至刚刚在跟主持人聊天也谈到所谓的沙滩了，其实我们在做沙湾那边的考古研究的时候，跟我们在做沙湾风华这个影片纪录片的，尤其在做考古研究的，曾经我们局里就保存了一些，因为它必须往下探坑要挖，就有挖到一些当时的沙，还有一些贝壳，这些我们都要把它留下来，也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出土文物的见证。好，是哇，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文化局很用心，现在有进行2.0版，但是1.0版已经完成了呢，当然也要活化。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副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次沙湾生活节，嚯，他的目标跟期许。谢谢主持人。刚刚其实看这个影片其实很有趣的，也跟主持人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小时候好像我妈妈会说到，就是以前过去的这些海滩生活。其实我们过去去年跟今年在办一些展的时候，不管是 Kilonway 的2周年特展，或是之前说这个杂志策展的部分，其实都有陆陆续续有一些曾经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回来，特别回来看。那他们就跟我们分享哦，就是哦，以前妈妈会站在哪里叫他们回来吃饭啊？因为以前在这个刚刚影片中有提到嘛，就在填海竹港，以前其实那边就是台湾的第一座海水浴场，所以以在地人其实很习惯，非常习惯，今天早上醒来可能就是往海里面去玩水，偷偷跑出门都是要去玩水，回来就被打。对，就是回来就要被打，或者是妈妈就会从家里的某个角度，还是说啊，我的家人，我的妈妈就是站在这个地方，打开窗户往沙滩那边喊，就是要把我叫回来吃饭。好热闹。对，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就回来到这里？我们为什么要来举办这个就是有关沙湾的这个生活节？其实刚刚影片中有提到，就是这个地方过去除了它曾经是海水浴场，也曾经是军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哦。那它在不同的时期，在清零的时期，在日治的时期，在战后的这个时期，其实在不同的时期阶段，它有不同的角色跟环境所被形塑出来不同的人民的生活的样态。那其实这个生活节就是我们为了要把这些样态逐一的慢慢的找回，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哎，填海竹港以前的沙湾到底长一个什么样子，那里的生活可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态。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想说，那既然这个沙湾历史文化园区有一个很大的腹地，有2栋非常漂亮的日式的建筑，然后旁边有法国的公墓，它其实一整个园区的规划其实非常适合是假日这个时段是适合亲子可以一起来到这里，然后去亲近这个古迹，了解这个历史，同时也是一个休闲的环境。就像我们看到刚刚这影片里面有一张照片是就是大家在海水浴场嘛，那就是家中的老老少少坐在沙滩的样态。其实这边以前就是一个很注重休闲的地方，那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娱乐感，把这个旧的感觉找回来这块地方，这样是。所以规划了哪些活动啊？我们在我们预计在7月底到8月中的这段时间，我们会举办一个像生活节，那其实里面就会有刚刚提到的，对，生活及音乐，音乐及生活，我们也是有音乐。那我们在这个活动的时间，基本上就因为那酷暑嘛，所以我们会从下午到晚上8点的时间，那基本上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有这个街头艺人的表演。就是也是演唱跟声音有关的，跟音乐有关的。那同时就是下午的时段比较凉爽的时段，我们会有一些适合亲子的活动。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有市集这样子。那市集的部分，我们这一次在沙湾生活节、沙湾文化生活节的定调是在于跟日本跟海洋有关，所以找来的这些合作的伙伴，其实都是比如说你可以想象可能是日式的首创的相关啊，然后这个羊毛毡啊，这种有一些互动，然后跟日本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接近，然后插画呀、四言会啊，类似像这样的活动，我们会进驻到沙湾历史文化园区这个地方来做举办。
哇，哎、欸，听说还可以穿和服浴衣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文化风情。是，这其实是一个秘密的活动了，但是今天被爆讲出来了，没关系，就是因为其实这两栋历史它历史建筑物眷舍，它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留下来的历史。一定要走进去看看，因为里面好香哦。对，里面真的非常香，对不对？原木打造。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就希望说，哎、欸，既然都来到这个场域了，我们希望你可以，哎、欸，其实不用出国，我们今天没有到日本，我们可以感受很日本的感觉。所以你们会放温泉吗？这个好主意，对，好主意。还没有。对，研究看看。对，研究看看，可能司令官邸有一个这个吃是可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对，那基本上我们就是我们把这个和服浴的厂商就是一起找来合作讨论，看说这边到底可以玩一个什么样子的样态，让大家可以体验很可能以前这个日治的这个时代的一个这个街景的风貌大概是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安排。那这个活动也非常棒，然后厂商也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和这个方式可以说一下吗？可以。基本上就是来到这个地方，你只要跟厂商，就是他是大概是用租赁的方式，那三个小时以内，你可以穿着这一身的和服或是浴衣走遍整个基隆，你可以去搭公车，你可以跑到跟京都一样。对。对，所以我们可以预设，就是在这个活动的期间，就是周末的时段，六日这两天，其实都会有很多人，你可能在街上，或是你可以走去逛夜市，其实是可以。如果夜市有比较早开的话，对，这其实是一个蛮妙的一个蛮好的体验啦。我们其实也是很期待。对，未来会不会持续在办理呢？我们期待说，因为这个也是今年的也是基金会的第一次，也是沙湾的这个生活节的第一次。那我们当然期待说，这个活动它未来可以为在地人、在地的不管是里民也好，或是说所有的基隆人或是旅客，它可以变成这边是一个暑假就是六月到十月这个期间比较酷暑的期间，他可以愿意来到这个地方来体验这里的多层次的文化。因为基隆其实就是一个海港城，那过去历史的关系，我们也有非常不同时段的这些文化。那未来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把它限缩在只有一个叫做日式文化，它其实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那也呼应它，其实基隆就是一个每年有不同主题，对，每年会有，我们会试着去找出不同的主题来体验这个多元文化这样子。对，哇，可以活化沙湾地区、沙湾历史园区，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可以看到文化局的用心及努力。那当然，欢迎今年暑假大家一定要来我们的沙湾园区，感受一下基隆不一样的在地风情以及历史文化。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暑假到了，好多小朋友都在家里放暑假，这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推阅读，鼓励小朋友多读书，因为读书就是孩子未来的战斗力。我们一块来看看文化局很用心，他们把阅读跟在地结合往下推广。画面上是暖暖区定享里里民活动中心的里民书房，大小朋友来到这里找到一本喜欢的书，在现场阅读或是向里内志工借阅回家，沉浸于书香之中。基隆市文化局特别与里长合作开办里民书房，七个区各有一个示范据点，打造在地的阅读服务。那因为以往其实图书馆的服务比较是被动式的，就是我们开馆然后等读者进来馆内利用，但是我们觉得这样子其实在触及一些新的读者上面其实有限制，所以我们这次找了七个里跟七个里民活动中心或者是关怀据点合作，把书主动推到这些据点去。那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平常他有使用里民活动中心习惯的民众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认识图书馆资源。那我们在这个书架上面其实也都有标邻近的图书馆的资讯，那希望透过这个机会，他可能看到这些书他有兴趣，那未来就有可能踏进我们图书馆。那可能有的里他会提说他比较想要有艺术方面的书啊，摄影方面的书，或者是食谱，那我们会配合这个需求去做设计。像定享里这边的话，他们就有提到，因为他们来这边的主妇很多，所以我们其实就有放一些手工艺的书啊，或者是食谱这一类的书。我想在这个3C 产品那么发达的时代，人们跟书真的是越来越疏远。那我想看书的感觉还是真的手上拿一本书最好，所以我们希望社区的朋友们能够来接触书本，真正的静下心来拿着书本在阅读，
给我们礼上呢营造一种书香气氛。很感谢文化局能够选我们这个定享礼活动中心设置一个这么一个好的读书环境。文化局指出，由于文化局图书馆受到美术馆工程影响闭馆，为了活化图书资源，未来将根据七个示范点的服务情形，在各区陆续扩增里民书坊的据点，让阅读与书香融入里民的生活。哇，真的是融入里民生活，这个里民书坊到底有哪些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郑科长。好，谢谢小君。那我们目前就是这第一波我们推出来的七个里民书坊，其实就是七个行政区我们各选了一个里。那我们详细的地址跟开放时间我们都有公告在网站上，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可以上去查询。那我们刚刚其实有大概提到说，我们推动这个里民书坊的主要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可以深入到里，然后去接触到一些平常没有接触过的民众。那我们其实这几个月，因为我们从四月推到现在也有几个月的时间，其实蛮开心的，就是收到很多回馈。那这个回馈大部分都是民众来跟我们许愿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里面的书房的书，对对对，其实我们不是不动的，就我们基本上两个月会去测换一次他的图书。那我们透过里长跟里面的互动，然后告诉我们说，哎，他们觉得什么书比较想看，然后我们会去做调整。那其中得到一个回馈，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很多跟我们讲是说他们想要加童书。然后说加童书的理由是因为其实里民活动中心会办很多活动是家长会来参加的，譬如说妈妈会来上瑜伽课啊，来上烹饪课，那他们其实会有点困扰说小朋友没有地方去，那他就会变成为他来参加课程的一个阻力。所以其实后来里长跟我们互动就说，有那个专区啊，妈妈就可以把小孩子放在那边，然后小孩子看书，然后他就可以来上参加这个课程。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是在跟里去做互动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啊。那未来我们也会朝上这个方向去推。那刚刚其实影片有提到说，因为文化中心目前现在图书馆接着会进行整建的工程，所以其实这个里民书房的活动啊，我们也是活化我们之前原本旧的一些家具跟书架。我们在之后整个换新的时候，这些旧的书架因为其实丢掉也很浪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些书架送去里民活动中心，那就让建置一个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小小的空间，然后让里长然后里民可以去做使用。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小朋友只要在家想要走出来就走出来，就可以来阅读。那有很多，对不对？有哪些单位呢？我们这边有列出来，我们有七个不同的里吼，就是每个行政区都有一个啦。像港通，中正区就是港通里，然后仁爱区是德厚，然后信义区是孝忠里，然后中山区通化里，然后安乐区壮观里，然后暖暖区就刚刚影片的定享里，然后还有最后我们七堵区是泰安里的部分。哇，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些时间，因为图书馆就在你家的隔壁，你只要下楼你就可以去图书馆里面吹冷气看书了。没错，那借阅也可以吧？对，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也依照各个里它的执行状况有不一样的借阅方式。那大部分的是我们有提供表单，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因为我们会回去看各个里的使用状况，就陆续都有看到还蛮多里民很踊跃登记借阅回家。那像在壮观里跟定享里的部分，因为他们被借光了，因为他们使用量更大，所以有跟我们说他们想要可以多一点书，所以这两个里我们有增加，而且我们有开放系统借阅，等于说未来民众他过去的时候他也不用用纸本登记了，他直接跟图书馆一样，就直接过系统借的时候就可以带回家看。哇，越来越方便，越便民。哎，下次说不定就出 App， 大家以后上网登记就可以去取书。哎，这样也是非常的快速。哎，那文化局文化图书图资科这边，其实在暑假它规划了很多活动哦。我们要请郑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有哪些很适合，不管是老中少各种不同族群的民众都可以来参加的活动。好，谢谢小君。那我这边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活动真的非常多，那我这边就先介绍几个。你有十分钟可以慢慢讲。好的，那我们就先介绍第一个系列呢，其实是我们有推出一个基隆漫游的走读系列活动。好，那刚刚其实我们在讲沙湾的时候有提到说文化局近几年都在做一些历史推广相关的活动，那所以过去其实我们的走读活动也比较是偏向在走一些历史文化走读的部分。那像中山区会有白明用炮台啊，然后沙湾我们会走一些历史园区。但是我们今年其实在暑假推出的这系列走读活动呢，把目标稍微转移，我们把它换到生态，
然后换到文化，所以我们这次总共挑了四个行政区哦。那我们推出了四条不同的走读路线，其实都是以生态文化为主。那譬如说像中山区，我们就去走外木山，哦，那我们七堵区，我们就走它的山径，去看它的古厝。对，那我们暖暖浪漫，对，暖暖区就去走西势水库。那中正区的话，我们去走了渔村。那渔村也很有趣，我们的跟当地合作，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实际去走读之外，我们也会带一些简单的 DIY。像渔村，我们就有做一个草鞋的 DIY。哇！对，因为他们在走潮间带的时候，其实是会有需要那个草鞋的。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走这种不同的 DIY 路线。那说到草鞋，副座就把草鞋拿出来了，我要请副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刚刚我们郑科长提到哈，说到中正区的时候，因为在潮间带的体验，所以穿着这个草鞋哈。那等于是说在岸上面，或是说在岩石上面走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就不会有所谓的滑或是其他意外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是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早期先民的一个智慧是遗传下来的哈。那其实之前。蛮多年以前，其实我们文化应该讲是文化中心的时代哈，曾经就跟中山区协和里，就是那个协和，就那个渔港那边，外木山那边那个渔港哈，那跟那边那时候我们有跟金国学院，然后有一个合作的案子 ，USR 之类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名称，没有这个名称，更早之前，那他们去做这个，因为那时候那个那边有一个婆婆在编织草鞋，所以那个这一个部分，我们那时候有把一个相当的一个文史资料，跟他整个制作的，有把这个文献资料有保存下来哈。那谈到这个草鞋，其实在早期，如果再早一点的年代，因为那时候鞋子并不像现在那么多样的材质跟花样，那一些功能的，像现在还有所谓的这种安全皮鞋。在工人他们经常会穿着前面有一个钢板的那一种，可是早期根本没有。那在行动当中的时候，你在譬如说，渔夫或是有一些苦，我们才要真的所谓的要花力气的那种他工作，尤其既有这种天气潮湿什么，其实穿这种草鞋在他工作时间，它的防滑度跟整个的作业其实是很方便的，而且比较不容易有摔伤或意外的情况哈。那这个是我们这次我们图书馆他们在中正区走读的时候，因为现那边也有这种草鞋的制作，所以他们把这个整个融入了，然后来推广这个，也让大家认识一下渔村生活跟他们的行动之间的工作，所谓的工作鞋的这种样貌哈。是，刚刚说的真的很好，就是我们要来体验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走读一下中山区来从美食跟地理来感受到走读的魅力。这边是我的家乡白米瓮太白庄，从我阿公那一代我们就一直住在这边，长大很久以后，这里可以说是我的秘密基地。这边是我的家乡，我成长的地方，也是记忆中最美好的风景。啊，小时候是读仙洞国小，时常就是利用中午时间，从学校后山爬山，爬到秋日山灯塔这边玩。啊，几乎每天都是在这个山上这样跑来跑去。那时候他跟着我爬了几次之后，他从来再也不提要跟我去爬山。我从来没有跟上过。那一次就是拿地图给我爸看，我爸说他以前有走过。我们就是从杠子寮山上，然后走到山谷，然后再下到一个溪谷，然后溪谷就到对面的山，然后再爬到对面的山上，就最后就找到那个炮台，对，就一个大 V 字形，对，就那一次就是印象很深刻。然后就找到那个炮台的时候，就真的亲眼看到那个炮台的时候就很开心。迄阵哦，北投干人有6000几个啦，伊就要食粗饱，哦，啊，你着吃啊面啦，吼，啊是卤肉饭啦，拢食安尼。
常是很少人在做，少之又少。本来我们是自己要弄来吃的，就想说，哎，串在一起应该吃起来那个口感蛮脆的，蛮 Q 的 ，Q 脆这样。后来觉得说，哎，拿出来做卖饼也不错。我们5:30就差不多开始卖，3:00就要来备料。清晨的时候他们也在工作，啊，所以我爸他那时候卖也是从下午4:00开始卖到清晨。都是陆陆续续都是有工人在吃的，因为他们要大量的体力嘛，所以一定要吃面食类的比较会吧。我爷爷他应该是国民政府迁台的时候一起过来的，当时候是从基隆港上岸，他们应该是潮汕那边的口味，那咖喱酱是个特色。小时候有学一点点家乡的家常菜，为了要谋生，加上一起过来的一些同袍，有的就是出主意说他会做沙茶酱，他会干嘛，就是弄一点小吃，然后谋生这样子。啊，刚开始的时候是路边的小摊子，样式没那么多，只是很简单的。不管是当兵啊，或者是在码头做事，他们搬到异地去，几乎没有尝过这个味道了。以前来这边吃完以后，搬到别的地方去，我们那边都没有这种东西。那想说有顺便来这边玩玩，就看看可不可以找得到。他就很怀念那时候的时光。可以看到，这就是走读的魅力，感受中山区不一样的风情，走出来就对了。要怎么报名啊？请教杰西。好，那我们这系列的走读活动呢，就是因为非常踊跃，想要参加的人非常多。那我们其实每一场都有着收一些材料费，所以我们目前的报名都是采直接到图书馆，然后在柜台，而且是直接缴钱，任一个公共图书馆都可以，所有场次都可以报名，然后直接缴费，然后直接参加。那我们其实这个报名机制也是想要有加惠，就是平常就会来图书馆的读者啦，所以就是告诉大家，没事就到图书馆，对，就会有第一时间可以参加活动的机会。对，哎，好棒哦！大家记得哦，周边自己家周边的图书馆就盘点一下，直接去现场报名，或者是坐个公车到市区文化中心，到我们的文化局这边来报名都可以。对，没错。那除了这个暑假有精彩的走读活动之外，还有帮学生小朋友准备的暑期活动，对不对？对，刚刚提的比较有趣的走读哦，那我们现在要提一点学习性质的。那我们其实因为暑期，我想很多父母也会有点担心说啊，小朋友暑假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不知道去哪里，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休闲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其实就跟五伦国中还有成功国小的阅读老师一起合作，推出了3支不一样的暑期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我们其实大概有分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就是说以文学学习然后阅读为主题，那第二个的话是用科学的方式，科学营。那这两个不同的活动，我们其实都是因为是学校老师推嘛，所以他是很清楚学校的教学课程的进度是怎么样，所以他其实有办法跟他日常的一些教学内容做扣合，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当然他的主题会比较有趣，比较活化，一定会比小朋友在学校课堂上课还要更有趣。那但是他又可以扣合到他们上课内容，所以在暑期的这个期间，其实学习也不会中断。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暑期夏令营的活动，是那也一样上网。一样到图书馆，对，就欢迎大家麻烦到图书馆。然后想要第一时间掌握我们的资讯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记得订阅我们基隆市文化局跟基隆市公共图书馆的粉丝专页，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公共图书馆也有自己的 AQ Pass 的报名系统，那地方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有推出什么样的活动。是，哎，大家要善用你手上的 APP， 赶快来报名。如果喜欢就可以来加入，一手感受一下我们基隆这暑假的魅力。好了，我们要请我们四位来宾跟大家再呼吁一下，有什么样的活动一定要赶快来参加。先请我们的副局长。这个我们今天已经把最近我们文化局在全市各个据点所推动的这些活动，也陆陆续跟市民朋友做一个介绍了哈。那不管是我们的海洋咖啡微笑港湾的这个活动，或者是刚刚我们杰西科长提到的这个李明书坊等等的这些，甚至于他所谓的他的大力丸，或者是我们的夏令营，希望市民朋友们随时注意我们文化局的资讯哈。那善加利用我们的网站或是脸书的专页，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些相关的活动。那特别是我们的表演艺术节的这个系列活动跟沙湾生活节的活动，也希望市民朋友一起来参与。
我在谈到表演艺术节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街头艺人一个心智的推动跟改革的部分，我们之前也有跟他们基隆的几个协会的代表一起有研讨过，那相对的我们会把一些更新更有利于街头艺人他们的活动的使用或是对他们有利益的部分，我会逐步的来做相当的一个修正跟调整。那刚才有提到所谓的里民书房，其实这个就像我们早期在推动的图书巡回下乡的服务一样哈。那我们那个出发点就是所谓的，今天你市民朋友们你没有时间来图书馆，那我们就把书送到你面前，社区送到你，然后提供你们服务。那包括我们的表演艺术节的活动，之前也是因为我们演艺厅的场地跟座位，还有我们的节目档的种种也有一些限制，那我们就透过到所谓的艺术禁区的方式，到不管是海岸广场或其他里的一些适当的场域，把这个表演艺术节的这些相关的团队的节目引荐给，然后在市民朋友们面前来展露，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帮我们来成就这些的相关的活动，给我们同仁一些更大的鼓励，让我们继续往下推动。确实像光是一个里民书房，我们同仁的要把那些书架跟书到七个行政区去把它完成那个书法，其实有要花相当多的心力哦。那表演艺术的活动到外面，不管是各社区还是什么样的广场等等去推动，我们同仁也要花相当长的心力在上面，包括整个场部种种的。所以也希望市民朋友们多多给文化局一个肯定的一个赞。谢谢谢谢副座真的很详细，把大家的工作内容都讲得清清楚楚。那当然、活动要继续再推嘛，我们先请我们的谢科长跟大家说一下精彩的热夏天。 OK， 那其实副座刚刚讲的最后一句赞要到哪里去按赞，我要推一下我的基隆表演艺术，你搜寻一下基隆表演艺术的粉丝或是网站，然后粉丝专业的话就帮我们按个赞。那我刚刚其实已经先揭露很多卡司了，但事实上这个活动呢我们还在筹备当中，那要敬请期待呢就先加入我们的粉丝专页，成为我们的粉丝。然后呢预计在七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活动名称，然后详细的每个场次的时间地点还有每一个场次的一个卡司会完整的揭露给大家。哇，好期待哦，大家一定赶快要加入表演艺术的粉丝也来按赞。然后我要请我们的 Pan 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沙湾文化节。谢谢主持人，既然大家都要按赞，那也请大家来按一下就是基隆市文化基金会的粉丝团的赞。那我们相关的活动也是一样会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去做露出，那相对我们其实也会在文化局的粉丝团上面做露出，那就是今年夏天可以看得出来基隆非常多的活动，那就欢迎大家来基隆玩，欢迎大家来沙湾一起玩这个生活节，对，来感受生活的魅力。好，我们要请政科。好，那因为刚刚都讲了很多活动嘛，还有也按了赞了，所以我这边就宣传一下，就是静态的部分。其实图书馆除了活动之外，还有很重要，我们其实核心就是书。然后我们同时在各馆其实也都会不定期的办理书展，所以我也很鼓励各位观众朋友在没有活动的时候也来图书馆走走，然后你可以坐下来挑一本你喜欢的书，那借回去也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那我们现在区图书馆已经有五间区图书馆都已经开到晚上九点了，所以其实一定是你下班之后还是可以到图书馆去使用资源的，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图书馆资源，一块沉浸在书香的世界。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四位来宾，有带我们看见文化价值的创造与连结，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夏日的文化氛围里面，一起让基隆更好。谢谢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